为什么整个山西都在说今年春节一定要去一次长治？因为长治为了让大家都来迎新春，顺势打造的南垂龙年新春南北社火民俗嘉年华，官宣二月十日正式拉开帷幕。这里不仅有潮汕莺歌舞、国潮不夜城等几十种好玩的项目，给你满分的节日氛围。第一波往往是最划算的。